因为很多时间都是在球场上度过。当我真的意识到自己18岁的时候，我觉得哎，怎么突然间就成人了？我18岁，烦恼足多，但是即马31岁，我看后壁唔免烦恼。18岁了，不能再这么孩子气。18岁的时候，我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打入成人的大满贯。吴新杯，好世界当看着我的 ace。